来啊，你们皈依人看这边，左手举起来，把拇指打开，对，右手握住左手的拇指，然后左手握住你右手拳头，放在你的前面，放轻松，都不用用力抬高哈，就放轻松就好。再来，舌头要顶上颚，啊，微微的要不要太用力，眼睛要前闭，一手在玄关的地方，啊，眼睛前闭，一手玄关，然后深呼吸，把腰拉直，吐气的时候身体放松，但是要保持垂直，啊，头部稍微下缩，脸部放松，都不用用力哈，好，要眼睛闭起来，一手玄关，默念南无弥勒佛哈。再放松，再放松。来，请显灵上人无穷罗庙天明，弘露法号叫做妙吉哈。今天来皈依咱圣莲宫龙华圣会，请罗庙天明一致中央点显灵，万法超人胜利清。请南海观音佛庙显灵合体，和弘露自性显露以道合真。身体会气动、灵动都没有关系哈。来，弘露法号妙音，请显灵上人无穷罗庙天明，弘露今天皈依圣莲宫龙华圣会，请罗庙天明一致中央点显灵，万法超人胜利经，请咱要持金庙。神灵合体，和弘露自性显露，以道合真。气动灵动拢无要紧哈。再放松，气动灵动拢无要紧。请菩萨加持，再放松。请菩萨加持，对，再放松，再加持。再放松，像之前那样有气动，你的身体会很轻松。来，请显灵上人罗庙天明，弘露法号妙说，请显灵上人罗庙天明一致中央点显灵，万法超人胜利经，请摇持金庙神灵合体，和弘露自性显露，以道合真。身体放松，气动灵动都无要紧哈。来，妹妹你来，站这边，手站的眼睛拿起来，眼睛拿起来，手合掌。往前一点点，好，眼睛闭着，身体放松。来，一个女众来帮他看着。来，请显灵上人罗庙天明，请有地金庙来加持，和弘露当关心主宰，身体健康，放松。再加持，请有提金庙加持，再放松，气动灵动都免惊哈。来，请再放松，身体太硬了。请有提金庙加持，再加持，有人在帮你顾，你不用害怕。再加持，来，李志来。一样，眼睛拿下来，手合掌，不要害怕哈，那接咱将来过来哈。来，请显灵上人罗庙天明，请济公阿佛来加持，再加持。来，你来。手合掌。
请黑人雄林天兵谢公司来加持。来，在这里，往后退一步。嗯，好，这样子，手合掌。我给你戴的，我给你戴，手合掌，眼睛闭起来。来，请黑人雄林诺威天兵，请谢公司来加持。身体放松哈。请观世音菩萨加持，来，可以站起来，对，不要坐下去，手合掌，向上上紧上出来，这样来，菩萨加持，不要动，没关系哈。来，亲爱的弟兄，没有加持。放松，再加持，再放松，再加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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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再放松，再加持。将它自然了，再加持。将腰底筋膜再加持，有人在给它搞的，不用怕哈。再加持，来，你头多的话赶快来，来，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，来加持，来观音加持，不要给他停哈，给他自然，对，有人在顾的，没不用烦恼哈，请观音再加持。来，站起来，椅子拿开了，不要再坐，手合掌，那个加气，给它气动，不要紧哈。来，站起来，像上个礼拜这样子给它灵动啊。来，请腰底筋没有加气，再加气。来，看看，你就是你嘿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。来，你来。现在呢，稳定了呢。对，要妙一点。啊，要注意哈，还要精进一点。你这灵进前会交代，慢慢学修起哈。来，请九天大庙加持。来，阿伯，这排去恁两个男众拢来。后面两位先好，你在那边，来，身体放松哈、哦。来，请黑人雄林天命，请多济师傅来加持。再加持。
再加持，再放松，请禅师，多谢禅师，再加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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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请咱布教老庙显灵上人天命，请禅师来给加持，身体再放松，来再放松，再加持，再加持，让这光师来加持，对，来，还气动灵动拢无要紧哦，再加持，身体再放松，对，有人在甲恁鼓励，无要紧哈。这时候再加持，应该再更加重的。请菩萨加持，再加持，再加持呢？手拍开，可以凋零。手拍开，可以凋零。来，请有滴金庙加持。再加持。再加持呢？再加持，来，来凋零凋嘞，我说加持嘞，有没有加持嘞？多谢师父再加持，那禅师再加持，地主会当个做这个去。去天朝地窗会当个化开，为事业正财会当顺利。来，哎，你来认真吼，眼镜拿下来。来，请好好禅师吼，来加持。再加持，这位加持者，手合掌，眼睛闭起来，来，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。再加持来，身体放松哈，请菩萨加持，再加持，再加持，再加持，请观世音菩萨真灵真气来走红路。
放松，让它自然。有人给你看，没紧哈。小波牛再加气，有没有感觉？有哦，这个就是刚刚跟你讲的灵美体质，啊，知影未？啊，你有没有感受？有人放轻松，有人在给你搞，给你拔倒去，不用怕哈。这次来，你要顾不回来，充电者，其他较袂跟你相客。来，请菩萨加持。来，闭住来。来，请有地金庙加持。小智来。你原来你家只管理也济，无你个脚无落徛伤久吼。来，请菩萨加持。这两家要先修开。这嘞。来，请观音菩萨加持。来，进来。啊！九天，九天多庙的加持，来，你来接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。来，你来。来，请菩萨加持来。来，看嘞。请有地金庙加持。你们来，阿姐，姐好，好来，请准提有没有加持？坐好啊，哈、哦！来，你也开车，这个修正。要菩萨加持，还有地金庙再加持，再加持。请坐，我跟哈。来，请有地金庙加持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。请济公师，把地主身躯前后病符蒙煞给退开。来，你足久无充电，爱充啊！啊，上师来加持。
你这眼睛闭起来放轻松，不用怕哈，都有人在帮你看哈。前波牛嘎奇，如果有动作给他出来没关系，不用跟他等哈。火煞嘎奇，锁印如果要摆动给他动没关系哈。往前一步，对，来给他动没关系，对，来手一定要动，给他动没关系，对，莲花指打起来，对，咸酥灵气再加重嘞，今天灵气就真好，来，再加重嘞，想说要加持，地主这天高地长的气，甲化开，天赐福该开正在。再加持，好，想说加持。让观世音菩萨加持，手印若要拍开，也拍开无要紧。再加持，开心也是给我。然后转到家，好，来，好嘞，对。来，再往前一步，再把伊拱到后边，好来。这足激动诶！我有给他录一段。他说他之前说来不知道干嘛，我说我录给你。请菩萨再加持呢。啊，多谢师，灵气再加重呢。把地主这个身体给雕塑起。想说再给做起，很舒服给做起。想说再做起。再放松。再放松。那这公司，那个作品再放松。
再走去。再放松。再走起来。天数个左进去，再再，再加去，再加去，再加去嘞。再加去嘞。向禅师再加去，把天空之中的气给化开，天数的数正在开正在，再加去，天气有落来，再数有落来，禅师加去。地主会当元神归宫，七魄归体，蒙神立心。神书加持，地主三魂归宫，七魄归体，元神光照。放松，神书加持，再加持，再加持。再加持，请佛师再加持，还有第几秒再加持，灵气再加重加持，现在来又不可以平淡，有空就要快点走路，知道菩萨再加持嘞，有，哎，祝福调闻，牛。要的金庙来到你魂海中生归位。
度众生，量力量力，无牛来传传音，明在一地错个沙坡，苦海游子几人知？欲知大劫已来临，不可忘却受持戒。脱在离劫好受持，令我心怀大受益。天时紧急无降临，要知今秒下凡界。圣者真容道理来，龙凤离路心爱在，天道降临道万灵，离在脱劫还要地，一声唤主，一声哭。都苦所悔无穷，乃受持穷转无定度完了，一声眼泪，一声悲，游子寂寞心参与。
心忏悔，六万一年二秒来，今天无主来相逢，两秒来度繁华，无来受持，大转法轮共修缘。女来将归依去，因缘具足愿受持。南海观音大慈悲，度去红女脱苦集。无来愿度愿灵主，速归龙华建功基，了愿归位入红尘，天地重开红尘本，人间修持得功基，天地重开红尘台，九品莲台人间定。甘在腰底下还丁坚强立等多元年愿主回宫快休憩，莫错姻缘我家己。好来，安尼先来休困吼，安尼怪心惊惊无？没了吼，好，来安尼先来休困啦。阿伯免心惊惊，知无？嗯，安尼可以。来，你眼睛打开，安尼嘛落去休困来。你今天给你交代，你要记得清楚，知无吼？未来事事拢要小心，清楚吼。祝音团聚调声机，莫多怨念来受持，有苦恨爱何时休？红女心痛，梦无知。受愿
比红路心痛望了地，无牛今来圣耀地，无主相逢离异地，心内痛痛无牛在，望庙你来渡囝来，一声救庙一声爱，何时会当脱苦海？红路红路，今来入我母宫地，种种烦恼苦因缘，一世修持一世界。观音祖庙，欢乐地，祝福爱愿，苦心中，真道奉主万里地，红路见庙心惭愧，望庙开设福建一个机会来，愿主愿受了业开，回到母娘腰地在，逍遥自在入仙居。求天还主灵记载，速修元灵福道来。有时间较早来道场训体了，知无？同一针。这若有时间较早来吼，甲调咧粉体吼，这个加甲粉落在，慢慢甲牵咧做灵了吼。来，眼睛打开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感应磁场？有一点。有、哦，这个就是刚刚跟你讲的这个灵媒现象，在不？好，现在一只对有补气的全部来给它收起来，来将龙里红露手合掌，好多人请您降起的，一旦来请您指导您来先退开，啊，让您会当原体自在，来去自如。好来，啊，目睭慢慢闭紧，今日拄几只红鹿，若有时间来当来调体，哦，咱遮差不多十一点过就拢会当让您入宫。哦，啊无呐，人来坐，那较无场所，安在无吼？好，安尼可以吼，啊，今日可以到这，来上架来。各位道亲，请起立，全体合掌，送驾。Yeah.
好。